大家好，偶素静哥，今天来苗栗仙山启程探勘，顺便带大家来吃个芋圆仙草。单程大约23公里，爬升约为海拔836公尺，这边的道路有点像台中136县道，所以也是重机客爱来的路线。招牌芋圆仙草，你就帅哥还是美女？当然是美女。
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